这真棒，这休闲玩的时候就来休闲。大概应该是在5000万左右，全部是意大利，这个就一年四季都可以用了，这是一个保险库，金银财宝。我非常崇拜邓小平，因为是邓小平带领着中国人民走向富强，全中国人民受惠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现在全都富裕了，过上非常幸福美满的生活。尤其是我呢，就是邓小平所倡导的，使中国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些先富起来这些人。
结交更多的有志青年，他日方可成为中国有所作为的新生力。东阳，东阳传，东阳药，没有一样不上顶天。上顶天，走，一二，中华灭亡，迫在眉睫。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沉月，霜沉月，马蹄声碎，马蹄声碎，喇叭声。雄关满刀
风官，咱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天下者，青年之天下也。青年人要想实现更多的理想和抱负，就必须找到更多志同道合者。古有高山流水，管鲍之谊，所以我们今天更应该团结一切有志于救国的新青年。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言，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雄于地球，则吾中国必将雄于地球。我们坐在这里，痛斥列强，痛斥一切让中国落后、挨打受欺负的人和事的时候，你的心中有没有想过，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应该为国家的落后承担些什么样的责任，应该为这个民族的强大和兴盛担负起什么样的义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匹夫不是指除你之外的别人，而是首先应该包括你自己。我们都希望国家强大，但是我要在这里告诫大家一句，不能光有恨。我们要学会将仇恨埋在心底，把悲愤化为动力。我们要拿出十倍的精神，百倍的努力，卧薪尝胆，发愤图强，振兴中华，做得比任何人更好、更出色，这才是每一个中国人应尽的职责。
要求他们，他们其实需要有时候不说那些个我们希望他说的话，我觉得需要有一个分工，我们在外边的人可以说得很大胆，然后批评他们啊，然后里边的人你不要要求他们，你觉得他们必须要说那些话，不，他们要做事儿，所以他们我们要里应外合。Change the likes of which is going to take China down, take China down, China down, down, down.一起为了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们，我们纪念他们，就是为了永远不要忘记他们，更不要忘记他们为无产阶级的第一而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的大无畏精神，更不要忘记先烈们未尽的事业，共产主义。今天我们活着的人们，就是要有勇气，有智慧，抬着先烈们的足迹，向着共产主义的大目标奋勇前进。现在历经磨难而吃尽资本主义伏笔腐朽的劳动阶级已经开始觉醒了，他的鞭子就是一浪接着一浪的毛泽东式。
工人革命精神冲破前，签约抵制了自由化思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人民群众坚决的反对。这是王国院的问题。就是我们
毛主席，你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飞扬长，一个民族不可以没有一日之。